第45题，在一个真空的密闭容器中放入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种物质，于适当的条件下使其充分反应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测得相关资料如下表所示，则反应后甲的质量为多少公克？这就是简单的质量守恒的运用，在我们这个密闭的环境中，反应前的总质量会等于反应后的总质量。反应前的总质量是9加5加三加31，这样会等于48。那么它会等于我们反应后的总质量，48等于甲的质量不晓得，加上5加上25加上12，所以就是甲加上呢我们的所谓的42，所以呢甲的质量呢就是6公克。第45题问我们说，甲的质量为多少公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6公克。